个运动员来自于陕西，他的教练叫刘海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现场的比赛已经是开始了。那么在我们今天下午将要进行的几个场地的比赛当中呢，我们现在在屏幕当中看到的是女子的自由体操的比赛。其实樊老师，我特别喜欢看女子的自由体操，因为我觉得它特别优美，又伴随着音乐。对，说得好。这个女子呢，四个项目唯一一个是这个可以使用音乐的，或者也叫必须使用音乐的，就是自由体操。嗯。四叉跳。嗯。叉跳转体。分腿跳转体。毽子小翻团身后空翻两周，啊，自由体操呢也是在一个面积为12×12平方米的。